带姐妹们去跳广场舞，也是我想对我妈妈做的一件事。就是我知道我妈也很喜欢跳舞，但我从来没有陪过她。那这次带我的姐妹们回家，一起陪我妈妈跳广场舞，也算是完成了我心里的一件事。这是我第一次跳广场舞，我也是第一次，我也是第一次，这个应该都是我们的第一次。对，还有领舞的呀，有点难呢，好难啊！完了完了！哎呦，哎呀，哎呀呀呀！完了完了，不会跳舞了。我突然觉得我不会跳舞了，完了完了 ！rap 压妹压妹，哎，回来！跟我学啊，跟我学啊，我会教你们怎么跳哈。好，来，大家跳好啊！我们先来一个可爱的 pose 啊，可爱的 pose， 屁股先动，往右边。往左边走，手上手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这是一个方式。转圈圈，转圈圈，左边，哎，左边，转圈圈，就是不知道啥就转圈圈去。还有脚的，左手左手啊！